地面有责，我可就得公事公办了。不是，吴司令，吴将军，您听我说，您。怎么样，他不肯帮忙吗？空口白话，谁肯帮忙啊？你不给他送礼了吗？哎呀，民国的这些公卿将相，比起前清来，有过之无不及呀。他这是狮子大开口了。那他的口到底有多大呀？我哪知道啊！行了，破财免灾吧。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啊，我是来看你们家三少奶奶的，睡了吗？安生，谁呀？啊，是我，素云。木兰。看书呢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呦，木兰，你现在是我自己来，啊，现在是有身子的人了，这曾家传宗接代全靠你了，你得小心啊。安香，给二少奶奶搬个凳子。哎，嗨，咱俩谁跟谁呀？你可千万别把我当客人啊！啊，对了，安香姑娘，你先去休息吧。我跟你们家少奶奶有几句私房话要讲。主子还没睡呢，我们下人哪敢睡啊？算我准你假了。就算二少奶奶开恩，我可不敢蹬鼻子上脸，没这规矩。安香，你先回房间睡觉吧，我陪二少奶奶说说话，累不着。累不累只有您自己知道，要是动了胎气啊，可是您自己受罪。哎，你看这孩子他真疼你哈。都让我教坏了，太惯了。哎，你多担待吧。哎呦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，三个两顶轿子一前一后进了曾家，那同一时辰改的姓儿，那咱们还不就跟亲姐妹一样吗？这再说了，你看这家里大家都姓曾，只有咱们两个呀是外来的，你说咱们还不互相照应，谁能照应咱们呀？咱们还能互相挑理儿啊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这么一说我都没话接了，你有事儿吗？啊，嗨，还不是我那不成器的兄弟啊。这一段时间怀玉和令妹莫愁的事儿都轰动四九城了，哎呀，都是那些小报起哄架秧子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好像不只是小报吧，那些平民报、实话报，好几家大的报纸都已经登出来了。啊，你看见了？哼。三少爷，二少奶奶来了。跟你说，啊，那既然看见了，就更好说了。我是个直肠子，你也不喜欢猜哑谜，这咱俩呀全是姐姐，该帮把手的时候就得帮把手，咱们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事儿给了了，你说好不好啊？你说怎么个了啊？啊，亲上加亲啊。那得莫愁同意吧，他会愿意吗？哎，只要你点了头，姚家二老再说句话，这父母之命，莫愁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呀？我们家跟府上不同，提倡民主，不讲封建，我们儿女的婚事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。可是莫愁跟怀玉本来不就爱得死去活来的吗？那个照片报纸上都登了，整个北京城谁不知道啊？那莫愁为什么会出家呢？不就是出了那件糟心的事儿吗？可那件事情是怎么出的？醋从哪儿蒜，盐从哪儿咸，报纸上已经登得一清二楚了。不平事说得明白，就是刘同义给毁的。闭嘴，主子说话哪有奴才插嘴的，你给我滚出去。
暗香，别出去，这个院子是我家，我让谁滚谁滚出去，别人说话你就只当放屁。三弟回来了。你算老几啊？半夜跑我们家干什么来了？我现在请你滚，滚出去。曾孙呀，你太没教养，太没规矩了。我没教养怎么了？你还能勾结你爹你妈还有你那俩兄弟把我曾孙呀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在莫愁身上缺了大德了，还在这装什么孙子？哼，莫愁是你什么人啊？哦，我倒忘了，你到现在还惦记着你小姨子呢，这张床本该是她睡的，对吗？你，我崩了你！你敢？孙燕，不要！你要敢开枪，你往这儿打，你往这儿打！你走，打你不轻松！躲开！你就是想着你小姨子，孙燕，别杀人！刘素云，明天我给你出大殡。孙燕，孙燕，你站住！四少奶奶，三少爷，三少奶奶摔倒了。木兰，怎么样？会有这种事？哎呀，你们没别枪响啊！我还以为哪个院子放炮仗呢。你们快拦住他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曾家一个都跑不了。我家里有人，姑奶奶，姑奶奶可不是好欺负的。但老三打着你没有啊？哎呀，打的就完了。这次你被我打着了，你是谁家的姑奶奶呀？我们家的老二已经被你欺负得抬不起头来了，你还跑到我们曾家来当姑奶奶？你爹妈没把你教好是不是？那好，我来教你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找我爸去。曾家怎么出来这么个媳妇？真的冲他开枪了？我的儿子，我知道，就是真开枪，也是他逼的。他不就仗着他家的势力大吗？大不了我辞官不干了，其奈我何？这个官我也当够了。他们牛家要是有本事，让他们来找我，反正我不怕。哎呀，都推在我身上，反正我们就这样了。爸妈，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家引起的。是木兰不孝顺。哎，木兰，快扶木兰起来，别窝着了我的孙子。啊！哎，不要，起来吧，快。老爷太太，我在我们院子过道里捡着一个布娃娃。啊？啊！这肯定是哪个孩子玩剩的，快把它扔了，快！快拿来给我看看，拿来。木兰，这是谁干的？瞅着他这个还没见过天日的孩子就下手了，那是要我曾家断子绝孙呢。各方都起来，查，查到底。哎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怎么这么阴险呢？就算妯娌不和，也不至于这样吧。这是不是？你知道是谁？这该不会是他做的吧？快说，是谁？哎，有一天夜里，我肚子疼，半夜醒来，我就看见二少奶奶手里拿着这个，遮遮掩掩的。我问他，他说因为木兰有孩子，他也想自己做个娃娃玩玩。妈，爸，这媳妇我不要了。找警察局，找司令部，现在就去抓人去，让
你当那司令部和警察局是咱们家开的，那你就认识别人欺负你的女儿啊？妈妈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？妈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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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孩子，再忍一时，再忍一时。不行，反正我已经没脸再回去了。你走也不能这么走啊！你是曾家的儿媳妇儿，他们家的财产有你一份儿。啊，素云回来了，事情怎么样？吴司令他收了吗？收倒是收了。哪有不收的呀？从前清到民国，哪个猫不吃腥？可他说的是活话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报馆的事得咱们自己解决，再闹起来，他也没法和南京交代了。收了香火不办事儿，简直就是一老狐狸。行了，赶紧给我收拾一下子，明后天我去趟南京。去南京？南京庙大。